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小苹果》，然后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点歌环节，五首歌曲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五首歌曲是什么歌曲。第一首《Always Online》，林俊杰的；第二首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李玉刚的；第三首《锦鲤潮》，不知道是谁的；第四首《意外之外》，不知道是谁的；第五首《半壶纱》，也忘记是谁的了，都是林夕的原创歌曲。好的，倒计时五秒钟，想要听什么歌，把数字发在公屏上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的，管理禁止一下文字。OK， 我这边看到的是第二个同学，单击中问 TS 第二首歌。OK。清明上河图，可以解开文字啊，管理。
尾奏太长了，我就不继续放下去了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然后打个广告，喜欢林夕唱歌的同学，我叫林夕哦，喜欢林夕唱歌的同学，如果是电脑用户呢，可以点一下视频右下方的直播室通知我这个地方，点击我的关注，关注一下我，谢谢。然后手机用户看一下我头顶上方有一个爱心，看见吗？那个地方点一下爱心，不是点一下关注我，谢谢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唱一首邓紫棋的《我的秘密》。最近一直很好心情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，看着窗外的小星星，心里想着我的爱你，算不算爱我不太确定，我只知道我在想你。我的秘密，我的秘密。我知道为什么你们说我的眼睛会发光，因为我在书上看到说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他的眼睛就会发，就会发光，花发发花发光。
好尴尬，我的一个情话说得很失败。天哪，好，我接下来唱一个爱笑的眼睛。哦，不是，听歌就要九九一，24小时好歌不断。如果喜欢九九一频道和主播，可别忘了转发和关注，转发转经验，关注不迷路。爱笑的眼睛。
的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笑的眼睛，欢迎一下土哥云姐。然后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大家唱半首歌，就给大家唱一首好想好想，赵薇的好想好想，还记得吗？情深深雨蒙蒙里面的歌曲，不知道能不能唱得到啊。星星，收集了春天的细雨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。